被害女子以冰糖冒充毒品与主嫌发生交易纠纷，导致主嫌伙同一名共犯持刀砍伤被害人手脚等部位。后续经本分局专案小组锲而不舍调阅监视器等侦查作为，同日在乌来区锁定犯嫌身份及位置，迅速逮捕主嫌等两人归案。全案以涉嫌杀人未遂等案，移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